皇佑六年，这稳住阵脚，就像哼，好大的口。一群蝼蚁，好，好厉害，名不虚传。开始计时了吗？小兄弟，十轮对啊，开始计时，直接录影，跳过，全跳过，就这样。尊者，于西，啊，老东西都死了第五次啊！师尊，啊，这边不能死第五次。于西，师尊，为师。为师恩要点的还是不少。风阳雪溪，我跳过哦，这个可以跳过。福音啊，这边不能跳。尤其一开始战斗画面不能关，也不能加速。才三更天。这个于西啊，我。帮依依这段不能跳，哎，跳过。俗话呀，姑娘，我司职祝由，现在我依依的伤口，而且于西，这是我的，你也有自己的，这样天赋面。赴汤蹈火，还没结束。饭头，居然连毛头小子都收拾不了，护卫，给我上！遵命。到哪一关可以跳过安安？姑娘小心，这家伙体型。姑娘，我能操控。三炮教主激活毛安安。啊，比多今天不用上班吗？现在就由我们来给他最后一。啊？订阅，居家办公啊！哎 ，Natia 哦，你居家办公哦，这么好，羡慕。羡慕还行、啊，跳过。现在经过了四分钟，靠呀！这样就试过四分钟，也太久了吧？然后还练到二等。哇，你们手抽要抽很久呢。哎，两位，这是什么药丸？蓝色小药啊！不敢搭捷运上班啦。啊吼！一变变强了，回去！都说了，依依没害你们。阿玲。可以空格吗？
哦，不能空格。哦，哪一个字违反呢、啊？三毛是违反吗？哎，翠还是翠不行。打三毛帮好。好。翠不行哎、欸。这是违反的哎、欸！我操！走了走了，我们这就出发了。阿嫂，居居啊！毛毛，推荐你去玩。我没进去了。的宝可梦大集结，那儿通，再往北。队长。美，雪崩。啊，我那个宝可梦没进去哎。山洞内有风，后方该。云溪，右边两，下面这。还没结束，果然有奇效。之后的战斗，我会多加注意敌人的属相。要加速是第几关？加速要到五等是不是？加速是五等。通话关嘞，九等。毛毛天地是用访客登录，然后刷到手抽再绑定吗？对，我现在就是访客，用访客。动画是九等，感觉跟仙剑比起来招式不够武侠。第一在这儿呢。其实玩起来就为何夜之如此，就比较咩啊，不过如此。怎么说呢？经过十分钟了，真是险！哇，刷手都要多久啊？更强化三等，这不重要啊。强化三等开就开啊。通过提升淬火阶数，可以开启冰刃上的铸魂槽。你的天机池，这样你一醒，这个时候就有了。今天学到新的单词。对呀、啊，那个字被那个了，当违规了。诶，那小女阿叔无等，吃我一炮。重要七等。阿良，有危险的人。喂，我是光这只石怪。哇，九分钟了，九分钟了。于西，看我来用这石怪练把手来。还没结束。哎、
怕被炸到了，真的蛮好笑。当初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在笑。那个村人被打到的时候，他会叫啊哈这样子。今天应该有不少新手啊，新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问，我都会做回答。问题我都会做回答，你们可以在那个聊天室里面打字，那聊天室打字的话会有 Google 小姐的声音。嗨，一贤。我贴心的实况主播，好。最实在主播，最贴心的主播就是我啦。太贴心了。天地之律，万象。变到四等，四等，你五等加速，五等可以加速哦，记得五等可以加速哦，四等，四等还不能加，五等可以加速哈。优先生，优先生，王府生别装了。如果是为了仙剑那两只手都刷到之后，是不是中间可以都跳过？我跟你讲，中间都可以跳过，就只有一尺不能跳。黎庸跟曹青那尺绝对不能跳，黎庸跟曹青那尺一定要抽。那我再跟你介绍啊，黎庸、曹青那尺要抽，其他都跳没关系，其他都跳没关系。黎庸跟曹青一定要抽。这邪物好生危险！一，你哈，嘿，不会有问题的。交给青罗吧。我小飞飞。只是打 PVP 还打 PVE， 我觉得啦，我觉得那个什么，我觉得灵儿很像风寒月来打 PVE 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灵儿加冰离打起来很好打，只是少了法阵的问题，这样子会少法阵的问题。死不全主，石门成命，火车。赴汤蹈火，海龙之术，石门成命。没有，然后我觉得月如我个人觉得也很强，月如我觉得个人他也很强，因为这两只在打 PVE 都很好用，这两只打 PVE 都很好用，只是打 PVP 可能有点弱，这两只打 PVP 不太强。天地什么时候会有巅峰？哎，还要很久、哦。三皇创界明月，我跳。不能跳了啊！不能跳了。尉迟良，召唤，不等开召唤。就是这样。
哇，李银凤，中午只抽了没？是谁找我？嗯。